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强원영不为人知的努力. 强원영在音乐节目不为人知的努力 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然后被爆竹声吓到的样子也是同样收到了关注. 疯了，超可爱，好可爱，被吓到的动图也是，表情这样的话真的很像是小孩子，超可爱. 因为太可爱，所以想要一直看。公主生日快乐。 掉到海里的手机被海豚送回来了。 Oh my god! Edgar! 哇，白色的海豚从远处含着手机慢慢的靠近，很像是天使，智能很高，所以知道这样的话人类会喜欢，所以送回来的。给了之后好像是笑了，太可爱了。 칸인디 송강호出演电视剧 出演过《Kissing Chung》 택시운전사 사린의 추억 변호인 브로커等到韩国影帝不 칸影帝 송강호的经纪公司表示 송강호将会出演首次的电视剧 삼시기 삼촌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哇，活见久竟然能看到송강호出演电视剧 哇，18终于能拿到新人奖了 KK 新人奖18 怪物新人18 女儿躲到桌子底下的理由，因为被爸爸强制告白了，这是因为哥哥上传的影片。 My daughter thinks that you are so cute. Oh my God. Stop! What's your name? Will. Will, good to meet you, Will. <笑>好愉快的家庭，进到餐桌底下的样子好像是漫画一样。可这影片被疯传后，这职员用IG联络了这位哥哥，问他妹妹是几岁，结果知道是16岁后就结束了聊天。可所以想象一下，如果自己的爸爸这样的话，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呢？ 让 SM 粉丝们产生共鸣的Key，Shiny Key 在开箱专辑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所有 SM idol 的粉丝们认同的话。 이거 광고지 이거 좀 그만 집어넣으면 안 돼? 买过 SM 家专辑的人应该知道，专辑里都会有这种的广告纸。真的拜托，别再放那张纸了，好好笑，但是非常中肯。 NCT 010回归4次 ，NCT 1017回归2次后，家里到处都是那张纸。这个从 HOT 卡带时代的时候也是一直有的。 最近回归的歌曲。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